像古早味台潭有真侪特色的建筑物，玻璃塔楼含庙寺，点到天际线。行一撮历史遗产，就亲像来到时空崩坑。啊，即马府城嘛，方评选作是全球上互人期待，想要来遮耍的旅游景点之一。新加坡比较繁华，在这里的人风土人情方面，我觉得比较好。即摆英国国家地理旅游杂志公布2024上适派名单，列出30个全球上好耍的旅游景点，其中大约有一半伫咧欧洲，包括邦贝古城、塞北奥丁顶。美洲有地表上大小所在，地伫阿塔卡马沙漠、美国迈阿密、纽约顶顶。亚洲地区排条顶个有三所在：印度锡金邦、中国西安和台湾的台南。台南的人文底蕴还有文化来青睐，我们感到与有荣焉。台南真有历史风貌，佮有真侪有名的活动，亲像这个车，就予人印象真深。咱人新年的重头戏就是咸水螃蟹泡，万花齐放的花品，好耍个刺激。另外一大焦点就是好食美食，泡蟹仔的打面，佮将熟螃蟹坑夹好料，夹伫内底观察螃蟹，食济优点，不怪真做推荐的关心。说的很热，哇，这里好吃，哪里也好吃。根本但是我们时间有话，那边啊，可能是。选不到啊！明年是台南建城400年，强都强伫咧这个时阵，搁牵起咧世界版片，借这个机会，予搁侪人了解历史古都的美丽城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